好，我们看一下陈飞，陈飞的开场动作有一个后空翻转体720度旋，非常西班牙风格的，对，弗拉门戈风格的一场舞蹈。对，你看他的720旋又高又飘，完成的非常的漂亮。快速直接接1080度，转的非常的正。非常有力度动作，舞蹈动作很刚很硬朗的感觉，对，极少有女运动员能做出这种感觉的动作，所以阿蒂老师也是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特点为运动员编排动作。那么经过现在那个国家队舞蹈老师丁华每天的跟运动员的抠，我们叫对舞蹈动作的细抠，运动员都基本上能表达出来当初阿迪老师给编排的那个效果。非常干净一套，到目前为止每个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漂亮，交代得很清楚。对，转体360度旋，我发现陈飞的这一套自由操表演的也是相当不错。我想有了前四个人的出色表演以后，这个范晔和李亚应该是不用出场了。啊，范晔还是要出场。啊，范晔还是要出场，还是要给我们机会再欣赏一下。对，你看他这个720度旋非常的高，完成的非常的整。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有女运动员能完成这个，到目前这个时候应该只有陈飞一个人完成。其实陈飞呢，这个从这种身体的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一个这个力量很足的队员，尤其是腿部力量，对，他的弹跳力很好，跳得很高。陈飞现在应该来说是中国